府和团圆连成船呐、啊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I just arrived in Sichuan a few hours ago, and it's time to get some authentic 麻辣烫。你好，麻辣烫的味道是怎么样的？又香又甜，又香又麻又甜。那一年当中，你们的麻辣烫什么时候卖得最好？在秋天到冬天。为什么呢？在关键就是那个时候，这个吃东西的人不怕烫。那吃这个麻辣烫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？轻微，轻度。这个排毒啊，这个健胃，健胃嘛，健胃。很好，谢谢。